对啊，这几个人要来干嘛？要是我想你吗？我不是。吃饭呢，因为上次麦他们一麦要赔钱，所以他们就要请我吃饭，这样也是蛮合理的。好哦，三考，你要干嘛？你是要拍吗？来啊，来拍，来拍，你不用拍太近，来，不是要剪，让你含金汤匙出生。I got it from my daddy。上菜喽！刚好是最远的这边的，这个是卷心菜沙拉。哦，你的好的，鸡翅，蜂蜜柠檬鸡翅。好，谢谢你。你在吃什么？地瓜，好吃吗？好吃，比请哥都好吃。谢谢宇哥。我太难了。来介绍一下，自由路莎莎，自由路娜娜，我是自由路莎莎。好，那这样就。自由路缺后，娜娜最会的。你喜欢那个绰号最多的那一个？对对对，身高最高的那一个。190公分的辣妹。OK OK。这个很想上镜吗？因为我今天长得很漂亮啊。嗯，还好吧。我是你个鬼！底下留言他正不正？来了，老弟。底下留言看哪个比较高？吃相真好看。进去，来吧，开始，一二三。我吃完了。你吃完了？你那一撮最好吃的不吃？这么挑食？你现在是想要毁掉我形象吗？我形象已经很差了，不要再差了好不好？不会呀。不会啊，你插到底就谷底反弹了。没错，报复性反弹，报复性震。我听不下去。听不下去没关系，你吃得下去就好了。好，吃他们的鸡翅，看好不好吃。好吃好吃。好，我的评语在这里。没有啊，很好吃啊。这个是人家的店名，好吗？我每要拍照了，我每吃饭前都要拍照。没错。相机先吃。手机先吃。好，谢谢你。收入吃饭，好的。谢谢。谢谢要笑。手走开啦！我太难了。爷爷吃饭饭哦。对，没错，吃起来。我点了什么呢？拉菲炖牛肉。拉眼。你要配什么音效？南洋什么？南洋什么意大利面的？脆鸡。脆鸡。脆鸡啊。脆脆脆脆。你醉了吗？没有。你说这个叫什么软水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软水，就是专门酒吧在调酒用的，喝酒会比较顺口。然后你平常在喝的那种石化出来矿泉水就是硬水，那个好喝吗？哦，请你隔空。隔空打牛也要，隔空打蛤蜊也要。我觉得没有差耶。你觉得没有差？都一样啊。因为你是凡人，这个是仙女。我是仙女。哦，你是仙女是？我是仙女，所以喝起来才没有差，好不好？我们人间好玩吗？你是仙女，好玩啊！哦，真的吗？那你怎么抓回去？每天都看一个渣男在那边录影片。你全家都渣？没有，对我全家都渣。他只捡他要的，你是傻了吗？傻逼！我们说在八点多吧。好。你们觉得这个很像在遮遮视力？先。我要回家用。有点像。吃饱了。大家下次见哦。就还是100啊！拜喽，哎，拜拜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